现在我们来到朝阳区的一个小街心公园。十一的北京，其实在居民区并不喧闹，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，或者休息了，反而并不喧闹。那景点肯定是人山人海了。我们想去到前往朝阳剧场那边，现在演几部好片子，有我和我的祖国、攀登者、中国机长，这三部片子现在都是大热片，都是热卖，所以我们俩去看一眼。放心吧，不会照的。坐。这是一个幼儿园。他往上爬。今天是下午的4点多，天微阴，天已经渐渐的冷起来了，车已经被风吹倒。昨天去了潘家园旧物市场、古玩市场，但是因为没有带手机，没有拍到，很大一个，很好玩。
龙袍，穿着龙袍呢。挺快呀，这不到了吗？已经，是吧？没走多久，到了已经。这是个是三环的高架桥。小区内的活动设施。过去过道，是我打一下派出所在哪里？哎，在前面，您看那个蓝牌子的，对，您看前面那蓝色的就是。谢谢您啊，不客气。这个三环，这个都是老房子了，早期的。今天他没开门，你只能在那买。哎，我真是。